租很好，难怪那弄成出租的样子，房间很多钱，真的有，价格也不贵，然后离京城也近，其实这房子应该照这个价格容易卖掉。动线拍好一点，你就不会搞错它的隔间。一套卫浴不错，卫浴都有窗户。第二套卫浴也有窗户。房间也有窗户哦，接走道，接到自己的走道。第三房，第三房，第四房，好近哦，哦，这也适合，看起来很大呢。好，厉害，可以有这么长。哦，要讲一下，这个是刚刚那个房间的门口。这个房子是比较复杂一点，但是格局也还算不错，动线也 OK 啊。然后在后面，这里也有阳台，所以这采光通通都很好。那这边还有两间房间，所以才会六房。而且这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是卫浴在这边，哦，不错不错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个房间。很特别啊。不错，房间够多了，这对于家族人口多的人很适合。